看第三题，好 ，F 哈 ，SY 等于 y 减 tangent S 加 y， 好 ，round F round S A 多少呢？等于是负的 secant X 加 y 平方。那 round F round y 等于一，啊减掉呢 secant S 加 y 平方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我就算出来 y 对 s 的分等于这个除以这个加法，就一减 secant 平方 s 加 y 分之 secant 平方 s 加 y。 好，然后我再给它二次微分，就y 对 s 二次微分等于多少呢？一减 secant， 一减 secant 比较减是 tangent， 所以这个哈、可以再化简一下，这等于多少呢？这是等于 cosine x 加 y 平方根之一的。它就是等于负的 tangent x 加 y 那个平方，哦，啊、所以再乘以多少呢 ？cosine s 加 y 的平方分之 sine s 加 y 的平方。除以的话哈，要它倒过来。要它除以 tangent 嘛，乘以了，变成它倒过来，变成乘以 cotangent， 这是变成是 cosine 哈 ，x 加 y 的平方，那就是 sine 哈 ，s 加 y 的平方，还有个负号，就加个负号，所以这个约掉，变成 cosecant， 变成负的哈 ，cosecant 的平方。x 加 y 这样子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就再对 s 微分哈，再对 s 微分的话就等于负的两倍的 cosecant 的 x 加 y， 好，这样变一次方，再乘以多少呢？ cosecant 的对整个微分， cosecant 的微分的话变成是 cosecant 的S 加 y， 啊乘以 cotangent S 加 y， 不过加个负号，就是变成正的。那再乘以多少呢 ？S 加 y 再对 s 微分，一加 y 微分。那一加 y 微分呢，是等于刚刚我们算出来的这个，所以这是等于多少？这个是等于那个 cosecant 的平方 x 加 y， cotangent x 加 y， 啊乘以多少呢？一加 y 的 s 分 ，y 的 s 分就这个，也是这个，变成一减掉多少呢 ？cosecant 的平方 x 加 y。啊，因为我们知道那个 cosecant 平方哈，减掉那个 cotangent 是等于那个，一啊 ，cosecant 的平方哈，这 s 加 y 呢，虽然是一加哈，这个是 cotangent 的 s 加 y 平方这样子，好，啊，所以呢变成啥？变成是这是负的，负的 cotangent 平方。这是等于负的哈 ，cotangent 的 s 加 y 平方了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所以就等于多少？等于负的两倍的 cosecant s 加 y 的平方。
啊，这个变成三次方，啊，这一次方是两次方 ，cotangent 哈 ，s 加 y， 三次方，好，这样就是答案。